上墙的话，我们这是第一时间堵个墙。第二来说呢，铺片的话，地方要比较广，一个乡镇起码有四五条、三七条嘛，总有一天会看得见的吧。还能做个淘宝，你今天可能不淘，而且过几天会淘呢，那个也不一定，是吧？ 我是叫那个王新祥，杀到那个今年已经2018了哈，算起来已经有29年了。亲，你今天淘宝了吗？就是问一下你那个，那是口号来的吗？口号来吗？好像是有人路过的话，就看一下啊，感觉到很奇怪的是吧？发家致富，靠劳动，勤劳齐家，靠京东。 在京东买的话，就可能是，可能是没有那个多走那个弯路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最早是黑莓牙膏还那个尖发派位数，第二次就做了那个白酒了，白酒了，当时候反正几个省份都有那个王者王啊，诸葛亮啊。后来就是在后来06年之后。 就做了三代那个电商，基本上90%的是做电视呢、移动啊、联通了。当时那个是80年代尾的话，是那个没有那个彩色的广告了，写那个白底黑字的。这个的话是我自己的广告来的，自己的宣传来的。当时做广告的时候，还用那个 BBG 的，以及后来就做那个彩色的，彩色的话有蓝底啊。 绿底啊，黄底啊，红底啊，红底啊。我杀的最大的是最早做的时候做那个油漆的，最大的话当时是一个机是有2米多，2米多的东西是很难写的，当时还要用那个竹竿哈，有些没人的话就自己杀上去了，基本上是不用杀的话有时候卖1-2包烟啊，还是给。 几十块钱啊，现在品牌有些看做的写的话，有些都有漏洞的嘛，特别有些那些电话号码，是吧？电话号码那些的话，有些要看了一下，就以为是可以了。你做完之后看一下，就错了，就那件事就经常都有的，那就是。 在城管遇到的话，好善良的话，有时候就叫你杀白，不好善良了还要罚款啊，怎么样的都有的。基本上晚上杀的话就安全点嘛，就是，不用怕那个城管啊各方面的嘛，你们也很多是没有办那个手续的吧。